不是啦，好啦，我来，好啦，乱讲的啦。我来，不累了，好不好？这个游戏声音太大，或者是我们的声音怎么样啊？太大太小什么的，可以跟我们说。对啊，终于快领完了。Amiibo，让我看一下超梦要怎么输入进去。哎呦喂啊！哎呦喂啊！哇，超梦掉啊！哦，领完有165颗宝石，宝珠。等下我要怎么按啊？哪里有血？怎么放啊？看到了，画面表示，然后在这个画面就可以放 Amiibo 了，这个吗？有嘞，Special Bonus，哎呦，有了。并终了有效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关掉就好了。这样就可以了。我看，你也听不到。我的声音比较大，对不起哈。没有啦，是我这边设定的呢。我怎么调？视讯截取装置，100%。那，喂，赶紧讲话。Hello。喂，现在这样嘞，现在这样嘞。喂，好像，哎，好像还是我比大，还是你比我大？喂，是我的麦克风。刚比你大。喂喂喂喂，哈哈。喂，还是我讲话太小声？该好了吧？应该可以啊。有声音大小是繁星大于游戏大于菜场啊？连游戏都比我大声、啊。让我把游戏调70%，可以吧？好啦。那就可以开始啊！好诶、欸，我要先角色设定都可以这边，我想要去练习模式练习一下。你已经捏好了？嗯，他们没，你用沙，他没什么好捏的。你用沙奈朵？对啊，当然啊，不然玩谁呢？哎、哦，万一开始有谁陪你？一开始你说什么？一开始神奇宝贝啊，有几只？就这些啊。有超梦欸，欸，为什么不能？哦、oh. ，真的不能动啊？为什么？哦、oh. 欸，欸、哦，我知道什么了。然后主画面看能不能用这，嗯、啊，有了，有，没有？我要换手把玩。嗯哼 ，OK。欸，还是不能选欸？为什么只能选沙奈朵？为什么？还是你就只有他而已了。咦，对啊，为什么进到这个画面就不能？真的？为什么？对啊，你只能选他哎。不是，是进到这个画面，我的手把就不能按啊。奇怪。不是，你只能选他、哦。基本操作我都刚都，我今天都学完了，我只剩后面的，就是一些小知识之类的还没学。哎呦。攻击后的状况，近距离的 battle 路，攻击后的状况把握很重要。对啊，对对对。嗯，哦，手把出问题了，一直在往下。咦，糟糕！等等哦，我看一下怎么调整，设定变更，顺序变更。你有输出到桌面吗？真的是很大哎！这样有了吧？再开。相手间先后移动很重要。真的，我不能用这只手把玩，为什么、啊？奇怪。哎、欸，我今天明明就可以。哎、欸，我用大力棒玩吗？哦，被防御后就会被揍。攻击控阵的场合，所以呢，必吹，就打飞到墙上嘛。必当是状态嘛，打到墙上的时候会有。状态变化。嗯哼。
欸、后面有东西在跳、欸，哎，那也太可爱了吧！暖暖猪跟谁啊？哎，空中富贵，顽皮蛋。啊哈！空中富贵一定时间相守，攻击承受，画了、哦，十字前后。但是上的话就是会往，啊，无中落下的方式。可以哦，可以改变落下方向，就是攻击的优先度。攻击的人相同攻击强力消耗。哦，没有，我的比较强哎、欸，底气比较久吗？威力相同的时候就会打消，嘿嘿，好酷、哦。攻击对决数值，还要看卡片，回复可能体力。回复可能体力，绿色部分。哦。回复可能体力什么？哦，场地变化的时候会回复啊。啊，了解，有变多了。嗯哼。有可能已经共鸣阶段。撒泼罗拉布拉巴的效果回复，共鸣的维护力。哦，直接回复哦。哎，不对，没卡后就会自己回复血，回血了。回复可能体力消减。好。怎么了？没有回。攻击的相信，打点滴的攻击，哦，上 X 对空打点高，胜率比较高，这是对空，这是打滴。我觉得这游戏有一点点困难的地方是，要记吗？就是它有两种格斗方式，等一下、哦，那两种。一种是场地模式，就是哦，结束了。好，我来，我就自由练习一下，然后顺便跟你讲。一种是，一种哎、欸，可以看到超梦了，看一下看一下。哟，场地模式，一种是决斗模式。嗯，场地模式就是，场地模式就是他的那个跑步是自由的，就是到处都可以跑。然后决斗模式就是变成横向 PK， 然后它游戏中会随时切换。你看，像现在就是场地模式，嗯，然后场就是，可是它切换以后操作几乎就不一样了，完全不一样。场地模式就是练招一下，练招一下，往后是对空，往前是往前射。还有这种。是往空中，然后上歪往前，下歪往空中，然后这是横的。哎、中了，哎，有没有？哎，现在变成那个了，现在变决斗模式了、嗯，现在不能自由移动了，只能上下左右跟跳。太多然后现在对啊，然后现在又要再练不一样的模式，现在上歪太累了吧，上就变成另外一种，就变成这样集气，啊下的话就会、嗯、蹲下，等一下我把聊天室移多一点，对啊下的话也是不同操作，然后现在上歪是这样子，上一个就是哎、欸、上一个是。上 Y 是对空，上 X 是上 X 是对地下的，嗯，然后上 A 的话，上 A 也是对空哎、欸，可是延缓对空的，下 A 的话是地上的那个延缓，哎、欸，这个可以集气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不行。啊，这个也可以集气，
好像可以打超痛，像这样。蹦。我不知道。一百八哎，一次打一百八。哦，还有什么 ？X 好像是强攻击是吧？引擎炸弹。哦，又换了，那是场地模式。又要再想一下，哎、欸，刚说的这是对空，然后这是往前射，然后还有这种往前的，哎、欸，这是加能量，有必杀技吗？有啊，啊又变回来了，现在又不知道怎么，这是底气，往后的。往前，然后，哎、欸，这个会直接放光哎、欸，我记得是可以哎，这、欸、招不是可以往前发射吗？怎么按？记错了吗？记错了，标题不改一下吗？哎、欸，我有改吧？哎、欸，这个我没看过哎、欸。哦。这也是个对空的、哦，天哪、啊，怎么那么复杂、啊？超多、欸，有这种招式啊！哇，好复杂、啊。然后现在变成场地了，现在3D 对战，打一会儿伤害组个就会切2D， 没错。简单来讲就是这样，是每次打一打就会从3D 变2D， 然后再从2D 变3D。现在的集气变成。后推几期，然后这个也是没有，这个就这个，哎，这边原本那个一样吗 ？A 好像没什么变哎、欸，哎，又换回来了。A 好像没什么变哎、欸、，A 就是一般集气跟，哎，不对，这个有差，隐形炸弹嘛，像这样，嘣嘣嘣。这好不容易打到，不是啊？有一个是集气，然后会射出去的是什么？奇怪。不一样，180。哦，你正在转的时候被打到吧？这集气是100，集气100啊？不是，你再这样转就一定会被打哦。有一个是可以集气往前射的，就忘记什么了。这是跳，然后对空，对地，然后隐形炸弹，然后往前射，这是对地的，对地的隐形，然后对啊，悲怆第三乐章的改版 ，A 好像都差不多 ，A 就是这些技能。这集气好像不知道可以干嘛，有神堂最高三层，然后 X 的话 ，X 好像就是重拳吧，是吗？近距离用 X 的时候可以连打 ，Y 好像是轻拳，现在一直换呢、欸，变回来、啊，这可以切换模式，可以切换我要练习哪一种，是很的。这是，嗯，等一下，金拳是哪一个 ？Y 吗？哎、欸，两 hit 哎、欸，奇怪 ，X 呢？这也是两 hit 啊，所以这就是每次一直发气功的游戏，这个模式这样。哎呦！哎呦！啊，可以再补一，可以再补一刀哎！我在日本玩这个的时候，我一直以为那个延迟是重攻击，就是被强攻击打到之类的，那不是长，就是模式切换。哎、欸，所以近距离模式的时候，
这是轻拳吧？嘿，这是轻拳。然后 X 好像是重拳。哎，这个我不会接，可以接什么？转圈圈哪个？往上打以后可以接什么？我刚刚不是有个机器边转圈圈边打的吗？等一下，看一下。这个。 好像没有很痛，哦，还是有办法，这有点没有吧？这有点难。哎呦，不行啊！好像有点困难。哎呦，他颜值，璎珞下来。哎呦，后面有正念派派跟铺垫派派。哎呀，好可爱。那其实我一开始在看拉拉队。 它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三种攻防系统，就是普通攻击可以赢防抓技吧，然后抓技可以赢防御的，像这样子，然后防御又可以赢普通攻击，像刚刚那个就是抓，然后还有这种，哎，对啊，这是抓。 奇怪，我那时候跟他进完之后，试图一刀，妈的，这个是直接往，诶，完全忘了，好像不是，怎么啊？这是只是说中腰伤了。 就自主自主好难念啊！来，不是哎、欸，有一个集气的那个怎么办？新技光，有两发哎、欸，好坏哦、喔，偷偷的来，而且后面那发还先中。哎、欸，对啊。Q。 直接往前，不是，不是这个，哎呀，我拿到，完全忘了，这个啊，而且是直接换的，还是在这模式下。 直接上歪，就是哎、欸，上歪。除非他空中在二段跳一次啊。二段跳啊？嗯，除非对方呢在空中再跳一下，你才能接。对啊，空中还有很快的这招，哈哈。啊哒，好用。 这也太可爱了吧！用压的、啊，哎、欸，没有别的方，没有别的那个，嗯，这只能这样射，你看可以叫别字出来，哈哈哈。哦，想起来了啦，这样按啊，嗯，对。 还不是很会。防御的话，防御是哪一个、啊？防御是这个吧？对，防御好像是这个。哎、欸，你有没有办法设定让他攻击我？
哦，这里有介绍哎，就是所有的攻击，好多、哦，超多。